哎，张宇，你再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这个泥人张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它其实是从清末西方的文化传到了很多城市里边，所以在这个地方经常会看到传统啊和西方的文化相融合冲突，而泥人彩塑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这种小型的架上雕塑在之前是没有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雕塑都是寺庙里的大型雕塑啊，而这种小型的用来表达作者自己情感的作品其实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而张明山呢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先河，他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当时张明山先生来到天津的时候，天津市还没有这样的泥塑制品的，对吧？当时全国也没有，也没有这样的泥塑。比如说咱们在雕塑界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时他实际上是一个雕塑的一个领袖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泰国的雕塑家会来这里留学，在我们作坊里学习，比如像德国公使想给李鸿章做一个肖像，然后他就托天津的开滦矿务局找到张明山，然后花了几十万两银子给李鸿章做了一个肖像。这个是名声在外的一个状态。但到了第二代呢，就变成了更多的是出国参加展览。当时记载的是他出去一趟回来是16块奖状和奖牌。当年这个张明山先生他的这些个作品当中啊，最代表作的是哪一件？他的一组肖像做的是当时天津南开大学的出资人严修严修先生的父亲叔叔他们的一个肖像，家族的肖像。这个也是严家后代捐赠给天津博物馆的，这是最代表的一个肖像类的作品。当时那个年代泥人张在天津的店面在哪里啊？当时在古街。是那种门店还是说是那种手工作坊的那种形式？它是一个专门的门店，2层楼。老板姓赵。我们起名叫童生号。童生号是最早的泥人张的这个店铺。其实泥人张一直指的是我们制作者这本人，它不是一个店的名称。这个店真正店叫童生号。意思呢就是说张家和赵家共同发财。为什么还有赵家的事情？这个赵家就是我们那个经纪人，他呢原来是经营进口的化妆品，慢慢有钱了，在故意街盘了一个小楼下来，然后他就觉得，哎，我的客人来了之后，我得摆一个漂亮的地方给客人休息。夫人挑化妆品了，先生得有地儿休息。然后呢，跟张玉婷是好朋友，他说，哎，你摆几件作品吧。后来发现人们对作品的兴趣大于对他化妆品的兴趣，而作品他就开始我可以卖，开始他不以这为主业，所以他标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但没想到销售很好，他忽然发现这个利润很高，然后就跟张玉婷就协商，咱们分成，然后我专门经营的作品，展览都我来，对外都我来，您就在家专门做就行了。哎，那张宇哥，我问一下，就比如说你身边这个作品这么大小的，当时能卖到多少钱价格？我们当时作坊每天的销售量是10件作品，祖孙三代10件作品，这10件作品呢，每件作品是10块钱。如果说这个作品是特殊特定的，还会要贵点。所以当时每天的收入是100到200块，在北京呢，可以买一套四合院。每天营业额是一套四合院。这因为我们这个家族那时候那电灯、电话、汽车，当时还算做得不错的一个。也算当年一个名门望族了。那今天您旁边放这一件，这个跟刚刚我们看到作品一样吗？不太一样。这个是世家的。世家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的。我做的。哎，你说有没有这样，比如说有一天李丁儿去您那儿买这个作品，他有一些言行举止您觉得哎不喜欢，你会不会拒绝卖给他？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没有。比如说就现在您桌上放这件作品，我一宁李丁三个人分别去购买，大概每个人的价位是多少？比如一宁来买，您给他一个什么价位？比如说8万。8万。那这样我去买多少钱？你去买9万。九万。李丁要买多少钱？我有点不太敢听了。也是9万。你就知足吧，比他高一点也可以。行了。